要么就大王术带新人巨鱼，估计打这个 boss 可以打。要么直接巨人兵，如果你要快过去。过日，哦，这次他的开局倒是不一样。如果这把还过不了，那我就大王是带点心智直接就死。我会摧毁你的心智。嗯，妈的，连连灵魂火，我操！你也补不了。沉默一首，贴个片子。我必须守卫这片土地。等会儿，敌人在哪里？或者红龙喷我自己，但我觉得这样拿可能更好。我来自虚空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带来了生命和希望。我需要喷自己这么怂吗？去你！哇，行了行了，哼！我会为你。其实圣骑那把真的不是他摸无面的话，应该我能打。